的这个自动点数捆扎机啊，就是它出来之后呢，可以按照设定的数量，比如我这手上是15本，然后进行横向和纵向两个方向进行拍齐加捆扎。捆扎呢可以设定捆扎2道啊，也可以设定捆扎1道平行的。而有的客户呢，他可能还需要进行十字捆扎，因为我们现在只展示这个捆2道啊。如果十字的话，我们就进行这个手工上的